你没听到吗？真的没听到。姐，爸不让我们进这房间。姐，别过去。 最近这几个月，美月好了很多，情绪很稳定，没有再发狂，所以我认为可以让她出院。我们小时候是不是常常在半夜山根玩捉迷藏啊？可是妈去世以后，我们好像都没有玩了。 你不会离开我，我答应你，我不会离开你。